自己觉得应该也是我比较付出爱他，真正为他写的是只有为你，哦，只有为你，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，寸步不离。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选择了演员来当我的终身职业。如果没有当演员的话，我不会娶到我童年的偶像当我的老婆。我想以后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，是不是想和你以后相依为命？我经历两次婚姻，是不是婚姻一定人带给人安全感，这要看自己。其实我前一段婚姻我应该要很有安全感的，可是我那时候没有把自己修炼好，他给了我一个眷村。婚姻还是会带给人安全感，这个毋庸置疑。我其实我跟你想的是完全一样。